想鸟。他只有九个房间，但是就是四人房、三人房、二人房，因为就是你就像美术，他们在这里搭景啊什么的，做陈设的，他住在这里他就很方便嘛。对，然后三楼是演员休息室，演员休息室有一线演员的个人间，二线演员的，三线演员的，他通通都划分得很好。还有一个定妆室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对我们来讲定妆室很重要。因为每个戏，每一个演员从头到尾的衣服，通通要在定妆室里面定。那常常因为定妆室，你就要很多衣服啊，就要够大的空间。那他就把空间给你规划好。然后还有一个服装间，就是到时候戏里所有的戏服啊、道具啊、accessory 通通都可以摆的。就人家那个铁路局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危害人身安全，你写一个高铁爆炸，人家也知道，那我就在这边拍啊。”对，我就在这边拍就好了。对，类型片我都可以拍得到，不是很棒吗？对不对，亮吧？他不是只，他真的不是只有造浪漆，而且他刚的幅度只有部分，其实还可以再倾斜，他还是可以倾斜，因为他可以做云霄飞车，他就是他可以整个倾斜。他还有那个深水池底嘛？对，将来拍那个深海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这边拍，不要到深海去，因为对啊，真的很危险。而且他那个深水池是你可以搭景，在里面。比方说我要拍一个美人鱼的世界，你就在里面搭景，景搭好了之后再放水。那真的很好，就全部、全部在里面拍，所以对我们来讲是蛮兴奋的事情。啊、我们今天很像那个小学生有大观园，对，而且我等一下要跟钟颖收钱。哦，对，对啊，帮他美颜呢。对啊，宣传费。他们有报价吗？对啊，还没啦。没有，但是可是小他有讲，他说他这边的棚比台北便宜。我一定要求林总经理给我们最优惠，我付电费就好了。不是，赵老师还没有。可是他也有讲，因为赵老师第一次，廖导说第一次都有优待嘛，对，都有。没有，我问了，我说那你是不是刚刚开始才优待？他说不是，他说永久优待。对，他说他的价钱就是一定比台北便宜，因为这样人家才会来、啊。台湾本来就安心到时候抢不到，抢不到。哦，抢不到，抢不到，抢不到，就抢不到就很开心啦、啊，我们都开心啊，表示电影产业对呀、啊，就整个电影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产业不是很好，大飞跃太开心了，好吗？结果我希望抢不到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希望抢不到、啊，我们希望抢不到、啊。你不要说我来这边住个十天，你就说你可不可以住一个月？那我就很累了。